A01 第四章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小朋友的眼力哈，观察力。所以老师做了这一个哈，但是还是有人写错哈。好，同样的，请在第一个方框的话，请在站牌上写上编号。好，一样有9个。好，来自己慢慢写哈。第二个问题，苹果比较接近几号站牌呢？好，我们先找到苹果，苹果在这里，你觉得接近这一个还是这一个？好，比较接近这一个哈，培养小朋友的观察力，因为老师发现小朋友写不好，不是不会写，是没在看，所以这个老师做的差一点点，所以你要思考，要看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乒乓球比较接近几号站牌？好，在这里，所以这个站牌是几号呢？自己写哦。好，接下来铅笔比较接近几号站牌？啊，铅笔在这里，哦，这就有点难判断了哦，应该是靠近这里还是这里？看一下哦。好，其他的呢，也是一样。自己举一反三了哦，好，我们介绍到这里。